无查，就变成包庇，你都有关系。肯定会查，你这个查不是为了我吃两届查。你不换了，我一讲我后悔了，把你开了。委员好，部长你好，你好，你辛苦。啊，出国几日？八天。八天哦，辛苦。我请问你，我总统聘请你的时阵，我有跟你讲，核能发电袂使讲。无安尼讲。伊无安尼讲嘛吼。啊，你嘛是一个企业，咱南部囡仔迄个勇气，勇敢面对台湾现在能源布局的困境。这个困境是大家拢理解。哦，那如果用意识形态灌注伫这个困境内底？变作你我都拢无啊多理性，伫这个国会殿堂来探讨。所以打开始，到院长带领着恁这团队来的时阵，我充满唔忙啊！哦，这无同款啊！这 DNA 甲民进党的迄个意识无同，这台湾有救啊！那个殊不知，你等于食一顿饭，我切！你怎啊思想去用改造？你敢会郭建明啊有遐大个魔力咧？啊！我对你做唔甘啦！我嘛是做过企业啊。哦，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人都无法度诚实面对着伊家己的人生，甲伊所言的一切，迄个企业是无唔忙的啊，嘛无前途啊，嘛袂当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。总统成立三个委员会，伫内阁形成一个月的时阵，伊甲你宣布三个委员会。我这清德兄实在讲的，足惨的啦！安尼拄啊，甲一个倒院长扶起来，踮了红桥倒顶伫遐地摊，跳过人过，啊来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了。大到八强，小到碳哟。我即马甲你讲，倒院长伫四天前，伊也是宣布一个经济发展委员会。你人阁无伫国内，好，我是替你打抱不平，所以我今仔无请你起来。谢谢委员哈。这个部分哈，我想所有的这个大家哦，这个咨询委员的意思，就是讲形成一个大家共识啦。我了解啦，吼，有委屈你也无方便直接讲嘛。我听讲伫这个月外月中间啦吼，大概已经四十天。你是倒一日甲倒院长表示你对这个职务哦有关切的想法，你暂时甲表达的。我想，阮这个团队吼，拢是做伙啦，我随时拢会使甲院长报告。随时会当得到院长的支持。啊，你倒一阵啊，因人甲我讲的嘛，我认为讲受到委屈，你应该勇敢来面对啦。你应该就是讲用你的专业，甲用着你对台湾现在陷入这个困境，大家拢要。我想讲你去到美国，较敢讲真话啦，吼、哦！哎，个台湾人真奇怪，吼、哦！啊，要吃电，无要用发电；要啉水，无要用起水库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台湾人奇怪，是民进党奇怪。我拢做务实的面对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对着你表达这个关切就对了吼。我是感同身受，我会当理解。但个话会尔歹看，你阵若表达了这个内阁足紧的帮了，因为我已经甲院长讲过啊，赖总统的性我太了解啊。伊这个人就是安那，担惊死，放惊飞嘛。甲你骗下来，阁唔敢让你大力去做代志，嘛阁你对伊有一个误判。我唔知影，我安尼甲你讲，你内心爱体会啦。伊希望你就是替伊去突破这个新主牌。结果你打开始袂歹哦，伊对你的风评嘛袂歹哦。这个部长无辜负我用伊的苦心。结果你一个突破无两个，含郭建明吃一顿饭都救伊，那就表示你无了解偌清楚。其实，伊聘请你来做部长，就是希望你去突破。
啊，你会当动偌久，迄是基础啊。你去突破，予伊有空间来调整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，安尼你对台湾提出贡献，这是你最大的功能。如果你若是转来去恢复零的新主牌内底，安尼这个部长伊就无需要你啊嘛，对无？伊就凊彩叫民进党安尼完美化继续做落去啊。所以要用你的精髓伫遮，你无去体会到，所以才会造成这一个外围来迄个矛盾。部长，你看完啊，你唔免点头，我知影你为难啦。啊，你也无不政治伦理，你也不便伫遮表达这啦。有要继续拼无？咱即马讲虎林三厂嘛，七月九。那古啊院长咧讲讲啊，你落法律来修改，我依法行政，我嘛在立马依法行政，我嘛依法行政。啊，恁无一个态度。经济部愿意针对这个法提出你的版本无？一句话。经济部呐，总讲咱啊，大院呐，总讲通过这个啊。唔免大院通过，阮、哦、要修法，你有要修的？我讲，你袂使拢靠阮啦。你摕阮的拳头要去争石狮，对无？无啦，哎、欸，我是无差呢。委员，委员，我甲你报告。我敢甲你收听呢，但是你敢我听无？谢谢啊，我相信应该会让予你听啦。你敢我听就对啦，当然是我为国家为百姓来做大事，对不对？国家为国家为百姓来做大事，我当然是所以这佛灵宝你晓得台湾人爱死嘛？讲啊，歹听也要发展啥？我讲啊，较早咱徛多半是食李香亭的，你看我差不多变迄个会啦。李香亭的你捌徛过无？捌啦。咱南部对无？李香亭的威斯巴，好对。你还佫知影威斯巴？吼？啊来，较食食高级的，我甲你讲，起码拢食电的，哦，多摆也食电，车也食电，家庭用品也食电 ，AI 也食电，机器人也食电。啊，你当当嘛搞太阳能发电？用相片你看一下，院长你会使起来啊？请你，来，左院长，请备询。我对你辛苦委屈啦。但是要堅強啦，一定給你聽的啦。謝謝。一定是，一定是世界第一名，國家第二十次2023年攝影比賽地方組的冠軍啦。這張相片全世界大家看到很恐怖，在我們台南六甲太陽能發電的官商勾結，我一直甲恁讲，啊，你拢甲我讲有辦。你若毋是袂使發電太陽，阮南部人無人排斥太陽能發電，你聽好無？是。台南第一名，屏東即馬要第二名，要六強要六過阮台南啊！你即逝毋知有等於幫了看者無啊？創甲農民是要哭無目屎啦！哦。我甲你讲，这个高阶伫倒，伊就是因为咱国家为着要发展，无道理，我咱要发展，咱得用政策来甲支持啊，对不对？这合理啊，可是伊利用咱政策的模糊的空间，河流顺便坑。我甲你讲，农地买袂免税，你知无？院长，好，伊用农地买袂。然后用假的实价登记，譬如讲我甲你买2亿，我登记6亿，结果农民呢，伊是免税的。那么免税了，这个登记六亿叫做实价登记，伊实际付2亿尔。啊，若我公告加发布报告，无再调查，叫伊包起来。六亿银行借偌济，会当借4亿8。上含慢的就对了，会当借4亿2啦。咱的银行是全力配合，啊，谁那银行要借4亿2？银行卖了，因为伊讲未来20年发展的收入会当摊平啊，所以银行无风险嘛。过来，伊的设备银行同款会当贷款啊。安尼，居民就先伫咱公司、咱的国家买2亿，伊就先付2亿5转去。院长啊！你甲我讲，我甲你讲的是讲过去的高阶，甲你倒英台的雷哥，
完全无关系。即我嘛敢甲你当因啦，但是你若无查，就变作包庇，你都有关系。会查，会查，肯定会查，会查。你这个查不是为了我吃两届查，当然不是。为台湾人是，为着咱阿伯，我甲你讲，咱即卖要对8%、8.5%到15%，要发展到30%未来啦。因为你那佛灵会当个重灯，这是好代志，那是要当。你若即个太阳能发电，若要下升到25%以上啊，我讲恁即卖咧讲个20%未，甚至无30%以上。未来加这个世界的碳费、碳权，我跟你讲，这企业界无几个站得住的。我搁个故中心长跟你讲，过去的背档啊，这碳权的代志，都唔甘的，政府空档，甚至进出来，啥无来场，啥无来场啊！尤其澳门啊，最近美国这个系统，哦，大家树啊种一大堆，你嘛知啊，过呀，哦，去年8月，伫台湾有成立碳权交易中心，迄实在讲诶，满死人目啊，足歹看，足闹亏啊，哦，交易无，啊，你讲要打击黑金？清德兄也讲要打击黑金啊！你敢知影咱的碳权交易中心设立伫倒位？碳费的收费，咱即马要进入一个阶段。碳权的交易中心嘛，交易所啦。你唔知影咱台湾有碳权交易所？就即下讲的迄个功能拢无好啦。咱有成立呢？咱去年8月国家有成立呢？无功能，我知影。无功能，无功能技术去成立伫倒，我去阿你讲。这个建拉瑞干的庆富案，你知无？你捌听无？知嘛？甲咱掏空200多亿，这个交易所竟然去成立伫庆富大楼的2楼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是民进党欠伊足济呢？还是台湾人欠伊足济？院长，这你拢爱去查啊？所在甲伊实际运作的，应该是唔是绝对啦吼？当然啦、啊，我都讲碳费、碳权，因为咱即马一个主法还未完成，咱七月初五就要开始搁一个新的阶段。台湾遐尼济所在通好成立，你独独去甲庆富租这个二楼，租金安怎？装修费安怎？迄恁予检察官去查啦，迄含你无关系啦。那咧哦，司法机关，我甲你讲的就是调查一下，甲委员报告。翠安。有国家队，鸡卵也有国家队，哦，快筛也有国家队。我感觉你新内阁要有新魄力的手段嘛。你知影即马各大病院，这输液拢无够嘛？是。像那你会把这个输掉换落来，你换落来是正确的。你无换落来，我来讲，我炮火就给你开落啊。这我完全尊重法务部因的人事的考虑啦，哈，我支持。因为安那，这苏毅会当成立国家队未？你甲一间迄个人本来在生产，不管这间公司对唔对，伊都违规你甲处罚嘛，处罚变袂当生产嘛。伊的产量遐尼大，哦，你今麦阁开3-4倍钱去外口进口，你进口的这间唔知敢是又阁是另外一间小吃店，我是唔知影啦，哦。啊，送去进口的，凭啥会当进口？你是不是会当食药署、食药署呢？派驻人员进驻，甲征收这间工厂，伊即马是停掉，你咱不爱好做啊嘛，停牌嘛。违反制定的规定的。进入入去，即时恢复生产，伫国家的监控之下，会使安尼手段做袂？我最近拄拄啊，都决定要加强甲这个公司引起协调，要安怎来改善伊生产的设备？第一时间来一定来强的手段，无影响到人公司企业原本的权益之下，用强的手段去执行解决燃眉之急，这才是做代志的态度啦，院长。啊，搁有吼，你讲电价起价委员会吼，一冬开2次嘛吼，啊，你是歹势宣布了，我直接替你宣布。
今年度绝对袂阁起电价，恁做恁放心啦，吼、哦！这贾良家讲的，唔是德英台院长讲的啦，伊歹势伫遮安尼讲啦，对遐委员无够尊重啦，对不对？我尊重委员。谢谢谢委员，啊，谢谢卓院长。